要我。你是玉火虫山。你是？是你。哎，我记得你。起来，快点起来，别装醉哦。老爸，我来了。可以啊你。啊。厉害了你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出去。可以啊，你现在长本事了。这姑娘谁啊？不认不认识？搞我的那个女人。啊，我看出来了。搞我车的那个女人。哦，是她呀。那这款我还用催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清楚。她来找的我。哦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嗯，是看出来了。嗯，他喝多了来找到我，弄了我一身的酒。哦，我就脱了，不，但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。我就想知道，他也没房卡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这个我要问你啊，为什么突然间在我的阳台出现？他怎么会在我的阳台上？他从隔壁爬过来的吧？肯定是这样。不是也不对啊，他白天跟我说他没钱，他怎么能住套房呢？啊，你旁边不是套房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管那些，你查清楚他到底什么样的背景，干什么的，为什么一直跟着我？对，我知道。明天再查。你太仁慈了，还明天？我现在就给你问明白。我。人不见了，这阳台门开着，他不会。他怎么来的，应该就这么回去了。是吗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看见了，我。什么？1123就是跑车的主人，你不光爬进了他的房间，还吐了他一身，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。骗你让我浴火重生。你是？是你？是你？我记得你。哎，起来，别装醉。快点起来。顾世南，千万稳住。别露马脚！起来，起来，醒醒！他要抱我去哪儿？我去，离这么近！哎，都被看光了。速度到我这儿来就行了。我不管你在哪儿，5分钟的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还要来一个？这个变态！行，我来吧来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拼什么拼啊？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这不会是摆桃花阵吧？还洗上澡了？我行了。
爸，我来了。哎，可以啊，你现在长本事了。弄的谁啊？我认不认识？我跟你说清楚，他来找我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是，看出来了。他喝多了来找我，弄了我一身的酒，我就脱了。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不是，我就想知道，他也没房卡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这我要问你，为什么突然间在我们门口出去？他怎么会在我们门口？